2005年开始的话，我们就一直有在注重就是同志的议题。那我觉得今年2012年非常盛大，因为这是第十年的同志大游行的部分。对，那其实像今年的话，我会发现是有很多从亚洲各地来的朋友们，所以觉得说希望可以加入这样子的一个盛会，然后大家一起发表我们想要的自由这样子。那我们是带小朋友来那个游行，参加游行跟义卖。那我们的所得都会帮助这些受到爱，因为爱是受到影响的小朋友。我们系上有一个那个校园媒体，就是课报，然后就是我们，因为我第一次来同，就是同志大游行，然后想说就顺便就是一起体验，然后一起拍摄这个新闻，然后给就是学校的学生看。很多人呢，他是基督教，然后他去到那个教会啊，都会被人家排挤，人家就哎呀你是同性恋。但是我们创这个教会，就是要让那些同学同志们来告诉他，无论你受到什么挫折或是难关，这个家永远为你打开启。今年呢，我们正式成立了中台湾同志游行联盟。我们参与了高雄9月的游行，今天我们更包了一整台车来参加台北第10届的同志大游行，就是要让在场下面的各位朋友知道，中台湾的同志朋友从来没有在同志平权上缺席。我自己去年结婚，我知道结婚的喜悦，我很开心，所以我也希望不同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平权的喜悦，这个权利。每天来，希望大家可以争取到自己的权益。我们香港也下个月也有一个同志游行，我也会参加。所以，但是我知道，台北的同志游行是办的最好的，所以，我们就其实也跟着另外一个三个四个议员，他也过了，我们都一起来参考一下台湾的这个办这个活动的情况。可能回去也跟香港的朋友、香港同事分享。看人间的漂亮，只要你想想触摸到的浪漫，一转眼的温暖，两个人去分享，够不够甜蜜一个夜晚。今年也因为有相关的同志团体在推出相关的法案，希望能够让政府单位能够看得到，其实民间团体已经在着力这件事情，而不要完全都忽视我们或只推到社会公司上面。现行的这个婚姻制度的话，只允许异性恋来缔结，那我们认为这个是对同志的一个歧视。好，那第二个，我们也会修订一个就是新增的一个叫伴侣制度。这个伴侣制度是让所有不分性别、性倾向、性别认同的人，甚至呢不以性关系为基础的伴侣也都可以缔结，所以将来异性恋者也可以选择这个伴侣制度。那这个伴侣制度它强调的是自主协商的精神，所以它的权利义务比起婚姻来说都是更有弹性的。今天就规划了北路线往所谓的立法院的方向前进跟教育部的方向前进，这个地无非也是希望对于所谓的诉求这件事情是能够经过这些立法单位来告诉他们呼唤起来。另外的部分也希望能够这一次走过所谓的中山北路的678条通这个区段，因为这个区段其实是蛮早同志的一个活动空间的地方，里面有非常多的同志酒吧在其中，不是只是现在各位看到的红楼西区、红楼南区的这个样貌而已。那北路线最后这边还会回到 CDC， 也就是疾管局的刑警疾管局。那这个疾管局部分相关的红色大队几个团体都是艾滋相关议题团体，我相信他们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会发出他们想要诉求的口号啊，或者怒吼。那南路线这边我们还是维持跟去年一样的路线，走入比较文教区的区域，那还是希望说在这样的部分能够在文教区的这个空间持续在被看见，而不是只集中在某种同志会出现的场所。我们希望台北这个城市空间不只是只要看到这些而已。今年是第10届，我们希望这个整个游行的脉络和方向回过来看同志运动的部分，所以我们的彩虹大使就不再是拘泥只是在于艺人身上或社会人士身上，而希望今年能够先回来看到对同运这段这个这么多年下来非
非常有注意，非常给予非常多付出的这些已经过世的朋友们。见艾滋送超商礼券，只有这种有才的机关局才想出这种蠢方法。台中同志一起来，台中同志一起来，生命婚姻有我在，生命婚姻有我在。为什么我们要出来走游行？是因为要告诉那些还弄不清楚的家长，各位家长朋友，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同性恋从来只是爱情的一种形态而已，它没有肮脏，没有疾病，只有爱，跟各位异性恋相爱结婚的爱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带同学出来走，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我们的爱是平等的，我们的爱是相同的，我们的爱是牵着所有人的手一起往前走，而不是指着任何人的手说他是指着任何人的脸说他是肮脏的。性别器官字啊、工具化，性别器官工具化，使用规格随人搭，使用规格随人搭。我们通常看到一个人的性别的时候，都是借由他的外在的性别气质来决定，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性别的时候，把你的性器官跟你的性别分开来看，才有机会可以因为这样子看到多元性别气质，不会当每一次要讨论一个人的性别的时候，只谈论他的性器官。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跟大家一起，跟自己所爱的人一起，手牵手牵吻，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嗨，大家好。在花莲呢是非常多元族群的地方，然后我们的民风还是非常的保守，可是在第二届花莲彩虹嘉年华会呢，我们看见各地的朋友来自花莲，然后跟我们一起声援，跟我们一起就是加入我们的行列，然后关心性别议题，让我们看见非常多的感动。1 2 3，欢迎平权伴侣多元，ever the same.